到。哇！我要带他去哦，不要，我去另一边啊，这样分散风险。我觉得一起可以啊，一起，因为没有你一起的话，一起亮啊。啊，你分散代表两边都会有人看到你。啊，你附魔台。附魔台跟那个木头放香枣吧，我来放。好好好，木头。我身上只有六个原木。好，那你们一起去吧。好，刚刚大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吧，六个左右。我去上面一点。那我要跟着你吗？啊，都可以啊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哎，299哎。这边把木搞九等，你就挖吧。你现在多少啊？我现在190。那你先挖一下，你挖到199，跟我讲一下。嗯。奇怪，刚刚这里有个苦力帕，现在要消失了。最可怕的就是这样。哎，对你身上有书哦，有吧？我有。好。哎呦。都到了，多少？98。好，那准备了啊！好，3、2、1，好！哇，好嘲讽哦，你们两个，天哪！你有挖吗？你没有挖？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哦，有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先躲远点吧，注意一下四周有没有人哦。我很怕我一个发光害到巧克力耶。不会啊，了不起就一起撒，反正我们屁孩啊。共生死，可以。哎，附魔台放在哪里？还没放，我再冲个等级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这样等于是都还没有把附魔好好弄好。对啊，我现在十等啊，我应该等一下可以卡那个等级，就是变得很烦，所以才是说，就是书柜这种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很吸引力，可是又很烦。对啊，有一个保护衣的胸甲是谁的？那我放的，因为我没有铁针。我身上已经有保护衣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做个铁针。他还附赠我一个耐久呢。我找一下啊，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挖哎、欸。啊，十等。稍微找一下好了。喂。好辛苦啊。我们还可以钓鱼啊，其实。哦，你身上有这么多线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那里很多啊。OK， 可以啊，我觉得这样就不会有挖石头的问题了。还有11根线。好，那你先问他，你看他要不要钓鱼？好，铁簪也放喽、然后我要来钓鱼吗？可以啊。书柜。8等。鱼池放这里好了，几乎基本上就是一阶，还是一阶。嗨，不行。喂，十等。你们也在挖矿吗？我没有、我在。我刚刚挖东西。好。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可以请问一下吗？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？你听到？我只要不讲话，声音就很明显。你那边够做铁针的吗？我做了，我已经做了。哦，你做了，好。眼睛睁大一点，有。哎、我没有，我在你那边。哦，谢谢。8等，我看到。哦，谢谢。有砾石，等一下看到砾石可以帮忙挖一下哦，因为要做箭矢。哎、砾石在那个很多哎、我刚好像挖到。幸运会影响经验值吗？不会吧？不会。就是等一下有遇到钻石的话，就可以说一下。好啊。那我想要，我要来钓鱼吗？砾石这边不是很多，砾石这边很多啊。好。觉得弄附魔真的是精神疲劳哎。对啊。啊，砾石我挖。箱子有限，看哦，我还没放。风尘尘封给你线喽，线都给你喽，后面。好。
谢谢。你先掉好了，你血比较少。对。好。我是有两颗金苹果、啊，可是我屁孩，所以我不想给任何人。可以可以，你就留着吃就好了。可惜。瑶，我觉得可以拿你那个两颗星，就算吃了也没什么用。对啊，斧、啊、头暴击也是差不多就挂了。嗯。有有，我这边挖到黄金了。那就是我们苹果还是要，还是要想办法再取的。好累哦！一个附魔让你这么累哦？对啊，我不想要附魔，因为屁孩啊，屁孩这边搞附魔这么有知识的事情，就很烦、啊。像天降有没有？天降那个燃烧出来？对，你把附魔才藏哪去啊？就上面一点啊！另一边，这边就不会烧了、啊。再烧起来，我就跟他翻脸了，把他给炸了。对啊。还是需要苹果哎、欸，对啊，需要啊，没有，人生，人生语，哇，不是附魔术就不用拿出来说嘴了，还有什么炼等的方式啊？炼等好累哦。就把石头烧一烧，然后打个煤炭。你说的我都已经在做了。耶、yeah. 嗯。巧克力，我丢了一些历史给你哦。没有，我已经满了。除非还有那个羽毛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一届好像很多郁金香哎、欸，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现在缺好多的苹果、哦，好，快早上了，其实可以上去啊。还有要路还是走原路？我们那下来有很顺吗？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要再游水上去而已啦。而且我们其实装备都还没弄好，就是你看这附魔就真的很卡啊，就很不喜欢那种附魔、啊，都快87了，然后不附又觉得可惜，附了又弄了老半天、啊，大家都说哦你这不附魔你白痴哦，会玩游戏，不会啊才会当屁孩啊，对观众怨念是有这么深是不是？我自己啊，我怨我自己不行哦、啊。屁孩不都觉得自己有没有最衰，全宇宙最衰的就是自己了。哦，对啦对啦，被老天给你懂我啦，没有任何人懂我啦。能懂我的人只有我自己。超屁有没有？超屁。嗯，你全部都附魔了吗？我只有身上的装备，武器还没有附。哦，差点摔到，吓死！一个惊险的 play， 哎，他是僵尸打死有经验。我在想什么？特地送经验过来，就等了。我十四等的人来看一下有没有附魔。你十四等，你白痴哦！你赶快去附啊！你等级是越练越难练啊！啊，我们附魔台没有放那么多，还是你要再放？哦、对啦对啦，看一下啊！可是我都锋利一、锋利二这样子而已、欸，装备啊，哦，你装备也都附。我看一下，对吧、啊？效率二哦，不然附个效率二好了。我附到尖刺哎、欸！我、哦、真的想，可以，尖刺可以。掠夺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强二十等，哎、欸、你啊，书也给你看，看看你书可以附到什么？好啊好啊，有强力二哎、欸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几等？你可以吗？强力二，我可以啊，附，你要强力二是不是？对，我身上就强力二、欸啊，这样就强力三了。这个要十三等哦。
啊，你刚不说你十四等，你花掉等级了，花掉啦，白痴哎、欸！好了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十三应该很好弄到、啊。好，我觉得不用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就等强力二啊。我说我那个熔炉给你收。嗯，我吗？不是啊，那个哦，要哦熔炉哦，好啊，我先把这边碳挖一挖吧。八等，啊！我最后用个八等风二，我就不管了，累死了。对啊，搞附魔真的蛮累的啦。还是我的风二给你啊？没有，我要附上去啊，因为附上去还是有机会燃烧。哦，对耶。嗯，关键就是看可不可以拼到燃烧啊，就是缘分啦，没有就没有。有就赚，他是八十分钟会那个收缩，所以我们时间也快了。我们原路上得去吗？我们要不要挖新的、啊、还是怎样？我觉得原路应该可以、欸，就是要有一点点水。不是，我怕的是那个边界压过来原路。哦，好啊，不然就挖一条吧。哎、啊，你告诉我方向，我来挖好了。还是。再玩个几分钟，你先拼个等级，看有没有办法拼到。我现在十一啊！哇，其实很难呢。你刚刚怎么拼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看到矿一直挖这样。其实还好啦，我快十二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已经十二了。钓鱼也有经验啦，其实。有啊。鸡蛋啊！我现在五等而已。还是比较指望钓鱼的经验。因为在地洞啊，掉很难掉。哦。峡谷的煤炭我几乎都挖光了，所以你也不用来了。好啊。哦，原来这个是你哦、喔。这是我，这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通到峡谷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现在你知道了。呵，那就不过去了。嗯。哦，我又发现黄金了。好好好，稍微稍微有经验啊。那个烧的给你，烧的给你，你就等一下记得收一收。啊、我有放很多石头。好。人生好累啊。人生好累、啊。鱼骨。我连环绕附近的心都没有了。十二等，对啊，练得超慢呢、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这个想练个八等都挖了一辈子，又有黄金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很好啊，等一下有苹果就好办事了。这对挖掘很累。有问说要不要把风力附在斧头上？有书也是可以啊，你可以附个风力书，那、欸、可以看一下。我目前觉得疲累，屁孩累了，累屁孩，累屁累。我有三百九十几了、欸，我要再去找一下那个小空间了。我八七，我是说挖掘石头数，不要呛哦。啊！我呛屁啊！呛屁啊！怎样啦？我八七啊！来啊！修趴！哎，继续烧！修趴，怕你啊！好数字，我要定了。先随便拿一把石镐去挖好了。会发光吗？Yes， 好，哦，有人吗？风力二就只有风力二，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人生啊，我还要撑过二十几秒哎、欸。怎么掉到这个了？天哪！不是哦，他进来，冷静，冷静。不是不是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干扰我的，他故意干扰我的。嗯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。
你们干嘛在那边叠对叠啊？白痴哦，洋洋他们来了！哎、欸，那是他们在对吗？打打打！打了打了打了！哎哎哎！开玩笑的。风衣八等。